周韶涵出道多年，演出过多部偶像剧，深受众多观众喜爱。而周韶涵时常在社群上与粉丝分享日常，近日她就晒出多张在搭捷运的美照。只见她绑起头发，身穿白色长袖上衣，搭配黑色短皮裙，露出一双大长腿。即使戴着口罩，但依然挡不住出众美貌。不过车厢内的乘客几乎都在低头滑手机，没什么人认出她。不少网友就惊讶直呼：“这些人是冷眼吗？居然没有人发现有女生低头滑手机的。”看到这则贴文，一定会很后悔。另外还有网友纷纷羡慕大喊：“如果搭捷运，我一定能发现我的偶像。”可恶，也好想遇到啊！Bye.